没有你，咱们开始上课好吧？内容呢，给大家录下来。好，按照昨天咱们讲的，咱们昨天 Bro PRP 讲了哪几点呢？控制器，还有呢？模型只是讲了一个如何去写模型、创建模型，对不对？但是模型中，咱说最主要的操作是什么？对，数据操作。那这数据操作，咱们说了，这里边有一套接口，对不对？那有这套接口的好处有这么几点。第一点，就是以后你跨平台的时候或者跨数据库的时候，这里边都是统一的一套接口，没有自己定义的，对不对？你很方便移植，对吧？那第二点呢，当然就是使用起来能让你达到最方便的一个目的。第三点，就是里边将效率和安全都写进去了，是不是这样的？那先看一下这些接口，咱们说了在什么地方调用，这是第一。接口在什么地方调用啊？先开个笔记。首先看一下数据库的接口。咱们前边去调用数据接口，首先必须得创建什么 model 类的对象，这是第一吧？创建 model 类对象，你看一下，创建对象咱们用的是哪个？对吧？是这样的一个 $for 对象等于用 d 函数大 d， 当然你写小 d 是没关系的，因为在 PHP 里边函数名怎么的？不分大小写，对不对？那这个的应用创建模型才能调用到里边的所有接口方法，是不是这样的？那这里边这需要存一个什么呀？对，表明。然后它有这么几个作用，看好了。第一点，如果没有提供什么，提供这个 model 类，什么叫 model 类啊？也就是在自己的 MODLS 目录下怎么的创建的类，这叫做 model 类吧。咱们说在这个文件夹创建类主要是为了操作什么呢？主要是操作表。那不操作表的建在哪儿啊？对， class 目录下，对吧？那这里边主要是操作表的在这个目录下创建，这是第一个。如果没有创建的话，它会创建什么？通过表明会使用什么父类创建，这没问题吧？是不是咱也可以直接用啊？咱说了，有可能你做一个项目，完完整整的项目，一个 model 都没建，能不能实现呢？完全可以，清楚吗？但是咱说的原则是什么呀？因为我就怕大家在控制器和 model 是分不开，对吧？原则就是，如果控制器里边的东西写太多的话，就会把流程搞乱，是不是这意思啊？所以把再多代码，再多代码怎么的，整理一下放到 model 里边去，在控制器里边简单的一个调用，对不对？只要在控制器里边看出流程来就行，是不是这样的？但是这一点呢，说实话，很少有人这么完全做到，就包括我自己写项目的时候也不太能做到，因为呢，你写着写着打开一个控制器文件，你就直接写了，很懒得说再去在 model 下边再建一个文件，再把东西提到那里边去。大家以后写东西时也会有一个这样的想法，对吧？但是在控制器里边用一些附加的资源，那没办法，你得建个 model 写进去，是不是这样的？后边我会给大家写大量的实例，然后你就会感觉到什么地方该往 model 里边去放，来帮我们完成，对吧？这是 d 函数的第一点。第二个，如果有 model 类，怎么呢？
就使用自己的 model 类怎么着创建对象。如果有 model 类，使用自己创建，那自己 model 类里边有的所有东西，是不是可以直接用这个 D 创建的对象来调用啊？这张昨天也做过实验了，是不是？嗯。第三个，看一下啊，那就是跨什么？跨应用，不能说叫跨域吧，对不对？跨域址、跨域名、跨应用。跨应用调用 model， 这个有一个什么特点呢？为什么要跨应用调用 model 啊？我反复跟大家强调过一个问题，就是写程序最忌讳同一个功能写两遍以上，是不是这样的？那同一功能如果重复写，那一是什么？浪费时间，对不对？第二就是不容易维护吧。那假如说你这一个应用，假如这一个功能需要改的话，你重复的地方是不是都需要改？忘记一个地方是都不好。怎么算一个好的项目啊？就是所有的重复功能全能公用，就写一份，是不是最好的？但是不一定说你完全能做到，对不对？那有一些两个功能不完全一样，稍稍有一点变化的时候怎么办呢？对不对？那有可能是你把它写成一个独立的个体不就好了吗？那像这个跨应用的调用 model，那么前后台因为业务的东西是可以重复的，对不对？你就可以怎么的，不用写两遍了，直接在前台调用后台的，或者后台调用前台的，但是大部分都是从前台调用后台的，是不是这样的？其他的两个应用之间跨应用去操作情况很少，比如说一个论坛一个博客，这两跨应用调用吗？咱们说技术上是可以用这 D 函数实现跨应用调用，对不对？但是两个没有相同操作的地方，因为什么？因为博客和论坛的表结构不一样，对不对？没有相同的表的话，你怎么去跨应用调用啊？是不是啊？所以这里边一般的指跨应用调用，就指的是网站的前台和后台的两个应用共同使同一个 model， 对吧？那这个时候就使用第二个参数什么呢？这块是不是域啊？不能说叫域，应该叫做什么？应用名。那这个应用名其实是哪个呢？我可以在这会给你列一下，这个应用名就是什么，在主入口文件中的第二行写代码的第二行，是不是咱们现在点当前目录或者什么东西，对不对？是不是有个目录名，或者就是你建那个应用的目录名，这个应用名就是另一个应用的目录名，你就这么记就可以了。目录名，另一个应用的目录名，好吧？这是 D 函数比较强大的地方，所以这是第一步，咱们得先创建对象。那创建对象，咱们就可以使用这些接口文件了。咱前面跟大家已经说了，这个接口文件是我对比了很多个框架的优点去写的，所以呢，它已经跟你所有会见到的框架相比，已经是最优的了，清楚这点吗？最起码使用是最简单的，效率上也是考虑到最优的一种，所以希望大家能把这个将来带到你们公司那个框架里边去改写，好吧？嗯，那第二个就是使用什么这些接口，那这些接口有多少个呢？大家可以看一下，从这来吧。模型数据库的统一操作接口，你看一下一共有多少个啊？是不是有这么多呀？别看它少，但是每个功能都很全，听懂吧？然后咱们来先看一下这个目标，你看一下学完这个是不是所有的操作，你对数据表的操作是一个表的是两个表的，是不是都能用它们来完成，听懂吧？这是咱们要最终看的一个目标，然后每个方法大家都要用熟。先从应用上看，咱们先从查询语句上分析，好吧？先查，增删改查是最主要的。那么先看一下 select 这个方法，我们可以往下看一下。首先，咱们先确定这个表结构，
先要看一下代码写在哪儿了啊。你看一下，在 BluePHP 里边哪块啊？这个类里边，我现在用的是 PDO 还是 MySQL？ 的 PDO， 看一下是 PDO 还是 MySQL， 在哪儿啊？对，这是 MySQL 对不对？这两个操作是一模一样的，因为跟这个接口在应用上没关系。那比如说我改成 PDO 可不可以啊？没问题吧？对不对？那改成 PDO 的话，你改了一下的话，一般的它都已经怎么的，好多都针对 MySQL 的已经缓存好了，是不是啊？所以你再写的话需要把缓存及时删一下，只要有改动你记得最好去删一下缓存，不然的话你改动在缓存里边已经有什么缓存的结果了吧。好，那看一下这块改成 PDO 了，那咱们是通过这个类对不对？昨天跟大家说了一个细节，什么呢？咱们的所有四个语句，为什么咱们这个 BluePHP 这个好维护，就是因为刚才所有那些接口，假设有20个接口，这20个接口都是在组合四个语句，最终把四个语句拿到哪儿执行啊？拿到这里边来执行，清楚吗？是汇总到一起执行，这样的话就用 PDO 的方式执行。那么这两种驱动不管你用哪个，他们都得需要去执行四个语句，对不对？所以他们两个有一个公用的父类，谁啊？在这个里边。所以刚才看到的所有接口都在这个类里边呢，你可以随意的找，对吧？就刚才只要是这看到的，刚才这里边接口看到的都在这个文件里边去定义的。后期呢咱们说先用，你先把框架用熟了，然后咱们再分析框架代码什么地方怎么实现的，对不对？最终你想办法再写成自己的框架。但是大家如果框架都没用熟，或者没用过框架，那就很难自己去再去写框架，是不是这意思啊？所以先用为主啊。那既然能找到位置了，咱们看一下这里边跟查询有关的，咱们先看一下，你自己如果写查询语句，咱先写 select， 你自己如果写查询语句你该怎么写呢？大家可以提一下怎么写啊？你是不是select select， 然后这块是对字段，然后 from 什么表，是不是这样？然后有可选的什么 where 条件，还有可选的什么 ordr old by， 还有可选的什么 limit， 还有可选的什么，还有什么，还有没有其他的？是不是也就这些啊？对不对？当然了，记住一点，那有的说了，这个 select 查询只是单表查询，那多表查询咱们这能不能做到呢？是不是这样啊？咱们说多表查询是不是比较多呀？但是以前咱们学那关键，是不是能用一条 SQL 语句写出来多，绝不用两条啊？是不是这意思啊？那两个表查询是不是用一条 SQL 语句你感觉是比较合理啊？是不是这样的？但是大家以后你要改变这个想法，什么呢？因为我不跟大家说过，我有一个总监进度群，对不对？我们经常在讨论进度方面，就专门讨论过这个关联查询的。那有的呢手快的呢专门测试了一下，那最终我们定下了一条什么呢？就是多表查询没有单表查询那么快。怎么意思呢？就是你连续 select from 是不是从两个表查呀？对不对？然后呢我分别用 select 两条从两个表查，你想想这时间哪一块，是一条从一条语句从两个表查快，还是两条语句从两个表查快，都查出同样的数据？对，测试结果是两条快，听着吧。那都是两条快的话，那谁也知道那个单独去干活这个是很要快的，这个是有点印象，但是怎么能形成像咱们一条语句那样的结果啊？是不是这个问题啊？咱们关联查询目的就是两个表查出来结果在一个表里边，感觉对不对？是不是啊？那结果即是一个表感觉，但是最终我们要的是不是两个合起来那个数组啊？是不是这样的？所以你两个表都查出来，用 PHP 的玩数组将两个合到一起去，形成和一条语句查询的是一样的结果，明白这意思吗？所以大家以后也可以采用这个办法。那么好多框架里边现在也都是采用这种办法，不是说你直接查询两个表三个表，在 select 语句上去找两个表三个表，明白吗？而是单独按条件把三个表或者四个表查出来，用 PHP 合到一起的，听懂吧？
最终给你调的那个数组还是统一的，那咱们这里边就是采用第二种方案，用两条色块有值去写，然后用数组合起来的，最终你看到的结果和你直接两条有值查的结果是一样的，明白？是这样的吧？所以咱们是不是全是从单条语句入手就可以了？那这样的话是不是就够了？你能如果这样写全的话，就能达到你现在想要的所有的什么查询了吧？是不是？那咱们的框架都支持，听懂吧？这是 slash 一句。那么在写 where 这里边最复杂的地方，无非是 where 条件，是不是这样的？组合条件是不是非常的复杂？对吧？那如果你直接写条件，按照你自己想法，那很容易写，对不对？那怎么用程序去把这个条件给补上、组合成，这是一个难点。那所以呢，咱们最大实验量咱们会学这个 ，where 条件，对吧？而 where 条件中，咱们说了，咱为什么说咱的框架效率高？效率高的地方指的是哪个地方呢？是不是用到预处理啊？安全地方指的是哪个地方啊？是不是也是预处理啊？对不对？那既然是预处理，是不是就得需要一个什么问题啊？是不是问号名字参数的问题啊？对不对？问号参数的问题。如果你不用参数的话，你就谈不上能解决 circle rule， 是不是这意思？所以呢，这个问号参数有很多人这么写，你看我写对不对啊？ select 查询问号逗号问号逗号问号 from 从 user 表里边，对不对？对不对？这就是一个误区。什么误区呢？问号是代表值的，清楚吗？不会代表字段名，这点大家没意见吧？对不对？所以这样的写法是不对的，这个地方就得用字段名。比如说这块啊， ID name 年龄性别，好吧？所以这个地方不要问号啊，清楚吧？那还有什么地方呢？比如说 ordr order by， 我按问号排序，这行不行？这个地方是不是也不对？不可以啊，也是写什么呢？是不是也是写字段名的？这块不是写值吧？所以也不要这么用，明白吗？那还有这个 limit， 这是写值对不对？问号这行不行呢？这行不行？也不要用，清楚吧？那其他的地方咱们只要代表值，那我都说这个一和这个代表值， limit 这块无所谓，清楚吗？也不要用。但是这块呢有可能是可以的，清楚吗？但我这里边因为这个地方呢一般的是注入不了的，因为这块一般都限制是数字的，对不对？所以这地方咱的框架里边就不考虑这个东西，明白吧？你也不用去考虑这个东西。那你只要考虑的问号的问题就在哪儿呢？哪块？对，就是在 where 条件这块， ID 大于问号 and for ID 小于问号，是不是这样的才行啊？对吧？所以咱们这框架里边在 where 条件这块，只要是能用问号代替的绝对不会用直接用值，这就是能放 circle rule， 明白？所以咱们要用预处理，就要组合成这样的语句，对吧？那先看一下这个 where， 它本身咱们是可以连贯操作的。连贯操作呢，大家现在前面呢已经不太陌生了吧？如果一个方法里边，你看一下 demo 的方法里边，如果在一个类里边啊，返回 this， 是不是？既然返回 this， 是不是返回对象啊？假如这块是 ob 接，调用谁啊？ demo， 这个 demo 方法返回谁？返回 this 是不是还是返回 ob 接啊？所以我还可以接着怎么的？是不是得调用其他的方法啊？对不对？这种是不是就叫连贯操作？是不是这样的？那咱去看一下，这使用接口，先第一个就是使用 select， 那第一个方法就是直接调用 select， 看到了吗？可以吧？那首先我得用一个对象吧，到时候比如说 user 等于 d， 里边存谁啊？ user， 是不是这样？然后 select 单独这么调用可以，你看我写几个方法啊， user。这个目的是获取什么？获取所有的，获取所有的，对吧？那但是大家一定要考虑一个问题，不管什么时候从来没有获取所有的情况，听懂吗？因为以后项目大的话
有可能是记录获取所有的，但是字段不一定获取所有的，对不对？而这个情况是横着竖着全是所有的，对吧？不光所有记录获取过来了，而且所有记录中的所有列的指示尾权获取到了。做一个项目的时候，比如说你是一个用户的增量奶茶，那个列表有必要把所有东西都列出来吗？特别是什么，比如说列出文章，那文章内容如果你都编辑成表格那一条记录的话，那你这个是放不下呀，对不对？所以就像在这个地方看好了啊，3HAT 对吧？你看在哪个地方呢？看一下，比如说内容管理，看一下文章列表，错了，看文章列表，你这个地方用把所有都列出来吗？不用吧，只列出用户最关心的一些字段。那用户关心什么呀？肯定他得看文章标题吧，对不对？他得知道这个文章是谁发的吧，哪个用户发，对不对？这个文章什么时候添加的吧，对不对？那是否审需要审核，需不需要评论，这些是不是用户最关心的几个问题？而现在并不是他一下就想看到文章内容，你想象一下，如果把文章内容都列在这儿了，这块能放下吗？是不是放不下呀？所以很少有情况全列的。你看，再有就是管理栏目，也是把用户最关心的几个，假如最关心的就是栏目标题，对不对？那假如像这块用户管理，编辑用户，用户名，电子邮件，注册时间，是不是这几个他比较关心呢？还有管理公告，最关心什么？公告标题什么时间开始，什么时间结束，还是长期显示，对不对？是不是三个字段？还有友情链接，对吧？网站名称，这个网站的 logo， 联系人，添加时间，都是用户最关心的几个字段往这里，所以就没有必要全取，对不对？那怎么办呢？如果你不全取的话，不需要全取的话，你想取部分字段的话怎么办？你可以在这块加上一个 FIELD， 里边加上你要的字段，然后我再怎么的查询。那这个查询就是什么？获取指定字段，获取指定字段的全部记录，听懂吗？咱们一会儿再来看这就是怎么写，咱们先给这些 select 可以关联操作的方法都列出来，好吧？然后获取全部字段，那我现在我想排序怎么办呢？直接在这块你看一下，默认所有的表都按主键正序排序，听懂吧？在框架里边是这样的。那咱们自己写思考语句没写 order by 的时候，它按什么排序啊？按什么排序？对，没序，对吧？你现在想一下，你随便建个表，如果你就 select 星直接那个表名查出来有没有序，是没序啊，他不知道按哪个排序，也不知道是按主键排序，对不对？而框架里默认是按主键排序。如果你觉得这个排序不满意怎么办呢？你就可以使用 ORDR， 然后指定排序字段和方式。什么叫排序字段和方式？指定一个字段名，空格倒序还是正序，那倒序正序是方式，清楚吧？这块是获取所有记录和排序，这没关系吧？然后还想怎么办呢？对，如果想限制的话是怎么操作啊？当然这几个字段都是可选的，我可不可以只有字段没有排序，或者只有排序没有字段，那个都是可选的，清楚吗？每一个都是，没有说写这个就必须写那个的，清楚吗？当然也有，就是咱们后边会遇到的谁啊？ Having 和 Group By， 对不对？那个 Having 是不是分组的条件呢？所以你不分组怎么能有 Having 条件？是不是这意思啊？所以咱这那会儿是得有一个，其他的都没有啊。你看，这是排序方式。如果分页之类的，或者是网站首页上要的不多，是不是得限制条件呢？ Limit 这块是个数，限制的个数。可以从哪儿到哪儿，也可以直接写10，就限制10个，清楚吗？那这个带限制个数的，
可以，没关系，这个提的好，顺序是可以颠倒的，清楚吧？你写在哪儿都行，但是必须有一个得在最后边，谁啊 ？Select， 为什么？不是这个原因。因为什么？还是刚才说的那个，这个为什么不能放在前边呢？因为你放在前面，它返回的就是什么东西了？对，就是结果数组了，清楚吗？返回结果数组，后边还能有关联操作吗？它不能一起返回，两个一起用，既返回数组，又返回这次对象，对不对？不会这样的吧？所以它得放在最后边，明白这意思吗？因为这些返回的都是谁啊？都是 this， 而且没有顺序关系。我这里边给你记一下啊，哎，这块没有，顺序关系，好了，这是没有顺序关系的啊。但是最后一个我就不写了，是不是得注意啊？对吧？西岸线限制个数。好，那这几个是咱们最常用的。那最常用的其实这里边还有什么？就是组合外条件了。咱说没有顺序关系，对不对？那你看一下，我这块，我在这块行不行？加一个 where， 写在最后也没关系啊。这里边加条件，那最复杂的咱们就说这个 where 的条件的应用，是不是这意思？咱说这块是最复杂的啊，限制条件。现在还有什么？咱们说还有两个，就是我随便找一个啊，到了符 user 下边的有一个，这随便写，然后这就不用写了，然后加个什么 group， 什么意思啊？分组的条件，然后后边再加一个，当然 have 用是不是可选呢？对不对？为分组指定条件，对不对？是可以这么做的。然后再加谁啊？ select。 这里边要记住一点，记住一点啊，这个 select 这个方法返回的是二维数组，知道这个二维数组是不是应该跟表对应的，对不对？是二维数组。那二维数组它这里边哪怕是只有一条记录，哪怕只有一条记录，都是什么？都是二维数组。看好了啊，所以你便利的方式永远得二维的便利，对不对？对吧？那咱们有没有一维数组的呢？但是一维数组只能装多少记录啊？只能装一条，对不对？如果你就想要一条记录，永远永远想要一条记录，那你就使用什么？对，就使用这个 find， 对，使用 find， 是不是就找出来了？好，这是它的所有的操作方式，知道了吧？那现在咱们就得看一个一个去用，对不对？把哪个所有的都用到什么？用到点上，是不是就可以了？咱这里边谁最后用啊？ while 条件我最后用行不行？我先把前面的一个一个给用了啊。好，我复制一下。DB 这个目录，那这里边我要把，我只留一个这个和 index， 这个我得留着吧。这留不留的已经刚才写那里了，对不对？我保存一下，我怎么的在这儿打开。好， Ctrl A， 留这个，留这个，其他有必要留吗？笔记留着啊，没了吧？配置文件有留着，都配置好了，对不对？好，那看一下配置文件里边，是不是都写的这些东西已经是配置好的，对吧？
现在我返回去这个，31下边的 ，db 下边的 ，index 的点 .php， 好，是不是出来了？那咱们看一下 home 下边，找一下，我得在控制器里边，我先不进 model， 这些东西在控制器里就可以玩，明白吗？那咱还是昨天那个表，你看啊，这我可以删掉吧？访问这个知不知道怎么访问呢 ？p 打印一行，先测试一下，一行 w。是不是默认就能访问到它 ？index 的 index 对不对？你看，是不是有了？这个里边下边输出那个什么意思啊？是不是咱们在主入口文件里边有了一个什么？是不是这个？对吧？把它去掉。好，我们就在这里边去写。那第一步我们应该干嘛呀？是不是创建对象啊？那创建这个对象，咱们有没有其他办法呀？比如说所有的里边是不是都用会用到同一个对象啊，对不对？那有可能你会这么想，我可不可以这样，你看好了 faction 做一个什么杠杠修文 struct， 我可以有构造方法，对不对？那我这里边我使用一个，你看好了，使用一个比如说 user private， 看到这个了吗？然后我要什么？这一次里边的 user 等于 d user， 可不可以这样？可以吧？然后呢？我在每个里边是不是直接调用这次 user 就是代表 user 的？整个控制器如果就是玩用户的，是不用每个头衔了？但不要这么做，为什么呢？因为你这么做的话，咱们不容易做一件事，什么？静态化的时候，做缓存的时候，你怎么能把这个让它不创建对象？因为创建对象的时候，有可能就去怎么的，是不是去处理表了，对不对？那如果我在这写的话，比如说这个首页的话，我让它静态化，或者就是咱们说那种加缓存，对不对？你就没有办法把它包含在已缓存的里边，是不是这意思啊？做不到这点，所以这块怎么的，咱不要这么写，清楚吗？就在每一个里边创建，就在这里边创建，你看直接 user 等于 d user， 可以吧？现在没写 model 是不是允许的？因为咱们练的就是父类的，对不对？现在没有 model 呢，你看，那这好在哪儿啊？那将来我这么做 dollar for 谁啊？ dollar for this 里边的什么 age CHED， 如果是缓存的，对不对？我就怎么怎么样，否则怎么怎么样，是不是会加这样就把它扩里去了？这样缓存的话根本都不创建对象了，每一个都有可能缓存吧，是不是这意思啊？所以每一个里边只是多写一条这个记录而已，但是咱们能控制，对吧？你写的够的方法咱们做不了了啊，记住这个特点。那创建对象咱们先看一下，第一步先使用谁啊 ？Field 这个，那这个里边它中的参数，它中的参数怎么的和直接在 SELECT SELECT 还有表明这个它直接写的内容是一样的，也就是你原来在 SELECT 和表明之间怎么写这就怎么写，明白这意思吗？比如说你现在语句是这样的 SELECT 选择 ID name from 从 user 表，那咱们在这个方法里边 user 里边这个 FIELD 对不对？然后 SELECT SELECT 后边查询吧，那这里边该写什么？只要是字符串就行，是记得是字符串，听懂吗？然后在这里边加什么ID name， 看到了吗？是不是写法一样呢？如果你在这里边可不可以用别名啊？你看一下 SELECT SELECT ID name 变成 user name 是别名，或者中间加什么加 as 是不是一样的？那或加 as 也是一样的，是不是别名 from 从 user？ 那我这块该怎么写啊？
是不是直接空格 user？ 所以这块和那写一样，能记住这个特点吗？那看一下，咱们就找这个字段，我要给它返回的是数据，可不可以啊？记着，你可以敲开写啊，因为咱们 PRP 是支持断行的，是不是这意思啊？对吧？你这么写是没错的，就是一行写一个，是不是啊？这样你可以去写注释。那，我没写什么，没写输出。现在好，把输出加上，都输出了吧？是不是只有两个？是不是变成 username 了？色块就在这儿，色块这都能把它缓存呢？取出结果，可以了。你只要把一个注释一怎么的，一打开，是不是就完事了？但是我这个一打开完事了，你那里边不一定吗？你得装什么？对，麦麦开始服务器，对不对？装上之后一打开就行了。来，这是这个了。然后，咱们来，这个就很简单了，不用再多说了吧？这样的对不对？那第二步，咱们说除了它，咱们还可以怎么的？是不是可以有限制条件呢？咱刚才记住太多了，咱们限制一下，用什么？限制个数。咱说没有随意关系，对不对？所以直接怎么的 ？limit 后边别加逗号了，对不对？因为怎么的？整体是一条语句，是不是这意思啊？所以千万后边别加符号。那这里边可以写什么呢？有三种写法。不是句数啊，限制个数，有三种写法，都哪三种写法呢？比如说第一，我就直接写一了啊，直接用数字或者字符串的数字，直接用数字或字符串的数字，可以吧？这是第一种写法。第二种写法，使用两个参数，那两个参数大家能不能知道都什么意思啊？对，第一个参数是从哪儿，第二个是个数，不是到哪儿，对吧？第二是个数，那使用两个参数，然后还可以怎么的？第三种还可以，这个使用两个参数是整形字符串的都行，明白吗？咱们 PRP 做了行，没有类型限制。第三点是什么？也是使用一个字符串参数，但是有两个字符串参数能怎么的？有两个值，有两个值，也就是你怎么用都行。比如说我这里边直接写十，这是什么意思啊？限制十个。我这写个五，逗号什么意思啊？从五开始取十个，对不对？然后我这样变成一个参数行不行呢？也可以，是不是比较灵活啊？你这个怎么用，你也就这么三种用法嘛，你能想出更多的花吗？是不是想不出来了？所以这块这三种话是不是都支持啊？但是你不要说把咱们这框架你想的这么智能拿到别的框架用，别的框架有可能不支持，就支持一种，还是固定的写法，是不是？对吧？那从五到十，那我这里边或者我直接写一个什么，写个五条，咱们少几条语句，是不是在记录上看着就清楚啊？来看一下，零到四五条吧，对不对？然后什么 ？Order 就给到这儿了吧？没有顺序关系，放前放后都行吧？这是干嘛的？排序。这些个都很简单，你想象一下，排序，这里边肯定得按字段排序了吧？对吧？默认的话，记得所有的方法你都可以传空，明白吗？也就是你忘写了空，对不对？那认为空能不能行啊？这里边所有我都判断了，如果是空或者是零之类的，或者什么东西不成立的条件，或者是假值，那这几个都不去处理的，听懂吧？只有它有真正的有意义的值的时候才处理。所以写不写空所有的东西怎么的？你跟没写一样，是不是？我不去处理它，所以这个方法你就可以放在这儿，对吧？那想加条件的时候我就加，怎么加呀？咱说这里边排序是不是有两个方案呢？排序的字段
和方式，对不对？方式有两个，要么是这个，要么是这个，是不是这样的？那排序的字段都清楚吧？这里边有什么字段？比如说按 ID 怎么的？默认是正序的 DSC 怎么的？是不是倒序了？是不是倒过来了？67、66、65、61、58，对吧？嗯，这是排序。然后咱们还有什么？嗯，对，还有 old by 吧。咱们最后看 where 条件啊， where 条件是比较复杂的嘛，对不对？咱最后看的那 group G R O U P group， 是你没用到，它不是很少用，对吧？比如说咱做一个班级表，比如说有五个班级，对不对？我想知道五个班级的平均，每个班级的平均分，你是不是得用到它？按什么分组啊？是不是按班级分组啊？那每个班级的最高分，每个班级的最低分，对不对？每个班级分数的总和，是不是都得用分组？对不对？分组是用来统计的，为什么总称为分组统计啊？对不对？目的分组就得用到那些什么最大值、最小值之类的，对不对？是不是那一系列东西啊？嗯，那 G R O U P 分组，这里边咱们就得看表是什么样的了，不然的话咱没法分组，对不对 ？MySQL 杠 U root 杠 P 一二三四五六，咱是 D D 三一，你看一下 D E S C， 先看一下表结构 ，D 三一下划线。嗯，看一下这个记录 ，SELECT 选择星 from 从 D 三一下划线 user， 按名字分组也不过分，因为这名字有没有从复的？有从复的吧？嗯，按什么都行，对吧？那现在假如说我这块按照分组的话。我这几个，因为一般分组的很少跟这几个配合用吧，因为分组函数一般就一个两个，对不对？分完组之后是不是就少了？但这块是不是得有个，比如说我按名字去分组，有用户有名，这会没有用户名，有名字吧，对不对？然后你想统计这个名字的总个数怎么办 ？SUM 按谁啊 ？Name 对不对？作为 NSUM 个数，是不是起个别名啊？然后按谁分组啊？按 name 分组。哦，我这写分号的。咱说这个后边什么怎么的，是不是都不加呀？你看一下，按名字，分出这么多组来。但不对呀，好多怎么都是零啊？看社会语句对不对？名字 SUM name 作为 SUM 别名，然后 from 从这个表里 group by name， 写错了吗？这话看四个语句组合的是没问题的吧，是不是这样的？ group by name 是不是按名字分组啊？名字有 lamp 的，有问号的，没有重复的，只不过这个 sum 这块是不是写错了？啊？啊，对，总数是那是总和，你字符串的总和当然是零了，对不对？总数写错了啊，啊，这回有了吧？我说的嘛，嗯。嗯，是不是就可以分组了？按名字分组，总和的话，你可以是求年龄，年龄也没有去求总和的，对不对？什么分数之类的，嗯，用错了。然后我还可以怎么着？还可以分组条件，对不对？分组条件，比如说分完组，我只找个数大于三的，同名的有三个以上的，对不对？
那我们怎么办呢？ HAVING 是不是 having 啊？那这里边名字怎么的，这里边就写了 COUNT name 大于三的，对吧？当然这分组条件之后没详细的像 while 条件那么小，因为用的情况不那么多嘛。你看一下上面是多大于三呢，对不对？你看 having 个数是不是大于三呢，对吧？这是指定条件的，所以这是分组 group limit 字段，应该是 while 条件上，不是 select 条件上应该没有其他的了吧，除了 while， 对不对？ while 是咱们的重点，好吧？那咱们稍稍休息一下，回来咱们讲 while 可以吧？